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相隔伫咧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伫起头甲上帝相隔伫咧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今日信伊的人未沉沦，会得永活。伊疼世间甲安尼，人为着朋友献性命，疼无比一个较大的。Thank you.
当那时加西利的约翰来在犹太的旷野宣传说，天国近了，恁就悔改。那时耶路撒冷和同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众人出来就问他，在约旦河对他受洗礼，认他的罪。那时耶稣对加利利到约旦就问约翰要对他受洗礼。